跟大家预告，今年要吃金黄芒果哈，现在哈是最后的一个期限，哦，金黄芒果在这一期推出以后，下一次要吃到新鲜的金黄芒果要等到明年的，所以在这里啊呼吁啊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全台湾的同胞，哦，大家一起来享用。桃园区跟纳马峡区的金黄芒果，跟一般的平地芒果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产期，啊，平地大概六月七月就可以采收，那原乡的因为是可能是高海拔的关系，所以呢到了八月份才正式要上市。那刚好为了要配合原住民日的一个系列活动，那所以呢我们就把今天的促销活动当成是我们原住民日最后一档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成果。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办一个促销活动，一方面是要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认识高山水果啊，在八月份还有，那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想要把今天的这个金黄芒果哈，在八月十九号啊，用透过那个烹饪比赛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啊，除了欣赏之外呢，也能够真正的看到原住民在手艺这个部分、厨艺的部分哈，能够表现得非常亮丽跟精彩。